晚上好。还没来得及换衣服。欢迎用户。怎么？我刚开。衣服都没来得及换。擅长让自己困在远方，纸一张字一脏，藏着我无畏的模样。我们放肆的生长，只为了能回去一趟，能回到这一位姑娘她最后努力的地方。愿望，再
一眼前想逃的谎，都不甘心的打发着一层初妆。我们要回理想，还耗尽了灰度的光，一直到寻你的姑娘认不出了你的模样。这是他许愿望，曾违心的鼓掌，请迷恋我一生。帮你出装，谁想我们来世一样。上个厕所去。想你。
回来了，刚上厕所去了。I don't ever want
멈춘 시간 속 잠든 너를 찾아가 아무리 막아도 결국 너의 곁인걸 기억해 흔해 이제 돌아가 너라는 집으로 지금 다시 way back home 上音本来就是这样的，它不是连体的。是的，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你这袋子，它就是这个衣服的装饰。对对，可以再来两个。就是因为太阳气了，会说话。如果回忆容易，我会想念念你，假装你在这里。但没打卡，可以打卡，没生牌子，可以生生牌子了。告诉我了几不容易如果可以作弊我会想看看腿吗到最后的姐的大长腿时间不会犹豫等一缕为你而沉醉的心思是不是很长晚饭吃的有点多，有点小肚子。姐姐的腿不是腿，在那河畔的春水，这么大方的。想你念你
优点就要展示出来嘛。穿丝袜了吗？没有啊，这个衣服穿丝袜不好看吧。我走过那条长椅，我默守着那个秘密，拼命在脑海中寻觅。那可以深入了解一下。要怎么深入了解？刚刚一米六，对啊，我就一米六三左右啊，我不是特别高，我就一米六三。我会想你你你到最后的图片，时间不会骗人的，邻家妹妹根本没那么大，谁说的呀？那我这不是个特例吗？我怎么知道？哥，我们那个那两火箭加微信。那本教的日历，目前呢想到的办法好像只有这一个了。主播今天电几双袜子？你说什么？我需要电吗？我需要电吗？过分。加微信了解什么？要搞黄色吗？了解我的人格魅力，搞黄色吧，这个吧，你快加了你不就知道了？你别给我逮到。给你来一个港派指呀呀，你还会港派指呀？这么厉害吗？正好我会降龙十八掌，可以。正好可以，我俩可以互相学习一下。搞太极呀，抓着你的马尾屁股。什么？搞太极呀，是抓着马尾踢屁股，这么黄色的吗？啊，你们怎么这样子？人家的屁股大，能那么随便踢吗？跳舞吗？三个飞机点舞。大宝来领我们。只不洗澡吗？直播洗澡就太过分了啊！走啊，花啊！等我马上有人要来了，你等我，马上要多一名房管了。谁啊？我给你看一下 ID 号。等我，能看到我捕捉吗？我呀，老板要来了，老板。老板，你放歌呀？惩罚呢？惩罚的话就写，惩罚干嘛呢？哎，我们惩罚带着如花，然后背龙，被阿姆维系。行，谢谢荧光棒。哎，我们家有没有凑个十票的？哦，我家有办卡了，大宝你起来吧。谢谢七夜少女书的两张办卡。你放歌。嗯，公司现在又断水，我真的，我现在好渴，我就想喝一口热开水。你放吧，我这边放了那个，可能会有点回音，有骚扰。老板呀，老板撤了，老板害羞，被啥 MVP？ 老板走了，
现在我可以洗白了吧？我不是那个抠的窝窝老板，我就想洗白这个东西。还有什么歌你要吗？还要不歌，随便啊，我都可以。哎，为什么我有回音啊？我这边现在没有，哎，可能待会儿。有钱有身材，泡一条鱼，现在就打他回来，让你泡一条鱼。谢谢米弟的鱼丸，大宝这是啥？什么东西啊？腰点的。感谢米哥花。哎，你们家这个时候上大雪瓶是什么意思？我说那个大雪瓶是商超的，他送的那个加成吧。谢谢微笑的星球，感谢微笑。眼镜啊，我从花喜那里偷来的。哎，我就说我怎么掉了一个眼镜。感谢少女书的班卡，谢谢少女书。还有一个盆也掉了，你知道吗？盆我知道，盆我知道，你上次那个盆，我洗了脚以后，然后他把扣分了，怪就怪脚吧，天，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好久不见，微笑。今天大马尾，那是因为我没有洗澡。我今天很虚弱，真的。你今天大姨妈来了吗？啊、头又怎么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常年经常忘记洗头啊。换首歌。腿腿哥怎么不说话呀，腿腿哥？好难哦，真的好凉哦。我下播了，这把打完下播了。不信你，我先去忙了。好的，少女书，我们家有推推塔的没有？有双倍分了，有没有推推塔的？有推推塔的吗？没有。有推推塔的吗？我们家有推推塔的吗？七亿少女输了半卡，谢谢拥抱，感谢抱抱的荣耀王冠。我给你整，我给你整神曲，等会儿我给你整神曲，温柔的、性感的、妩媚的，等会儿啊，好起来了啊，日子好起来了，能听到歌吧？感谢拥抱的荣耀王冠，谢谢七亿少女的办卡，谢谢。
我跟你说，那天晚上我们家空空交学费，让我跟一个小姐姐后面学扭腰，真的，那个律动开到，我的天哪，我们扭是这么扭，谁呀？我的妈呀，那个腰扭的，啊，学会了，是吧？这样子的吗？是这样子的吗？我学一下。不是这样，律动这样开的，然后你有吗？我跟你说动作，然后人家的胸这么大啊，这么大，然后也不要假解释了，假装一下子，到呀，人家扭的是这样扭，这样的前面的这样，然后。我跟你说，那不是屁股就是胸，你知道吧？就那场扭腰，全程我都没有眨眼。我的天哪！咋了？你刚刚进来是不是在放那个直播录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进我直播间，第一下进来的时候会有直播那个录像。对，那个，然后好多人都，这才叫扭腰。那个腰扭的，我跟你说，交了200块，一百多少？100，哎，黄金马车多少钱来着？一百六十六块钱学费，我学会了。Sometimes I wish reversing is in my path. A simple gesture, a simple laugh. But I'm evil, dirty, and mean. Profound thoughts pump through my bloodstream. Frightened, huh? You should be. Who am I? I'm Johnny B. 166学费，小时剩了1分钟了，拉票，快拉票。没有光，开个播了。我跟你说，其实我每次我都想拉票，但是吧，我觉得我不配，你知道吗？你可拉倒，人家拉票是家里有人，你拉票顶不住，就不要顶了，不要控制了。走吧，啥时候看大宝扭一场就好了。哇，谢谢。大股东呜呜的飞机，谢谢呜呜，感谢呜呜。我们唱的有点少了，我觉得啊，我们终极惩罚，如花飞龙，没关系。还有没有奇迹？还没有哥哥来一架飞机了？有没有台一小呢？很快，等我休息两天。哇，谢谢呜呜的两架飞机，感谢呜呜。不要比奶心，会扣分的。比奶心会扣分吗？啊，我上次被扣分就是奶心扣的。是不是抖了他？我就来了个假心。守过塔。啊！先办卡。哎呀，王哥这个火箭偷的我猝不及防。感谢王哥的火箭，王哥永远的神儿，王哥大气。嗯，好，背王哥吧，背五楼。王哥说他身体好，背五楼。放个屁屁，呀我，声音大一点，我听不到。我说你放个配乐，放个音乐，我这边慢有点响。你都是背呀、啊！你在那里说半天了，你来点陈江文，懂不懂？陈雀，开始被王哥上夜了，欢喜，我们听不到，欢喜被王哥上岸了，欢喜被王哥上三楼，
欢喜被王哥上四楼，欢喜被王哥上五楼，给我自己的枕头了。王哥，你看看什么意思？被王哥为什么要恶心？怎么了，王哥怎么了？没有，我给自己憋吐了。怎么把王哥憋吐了？怎么能被他憋吐了呢？被我自己恶心到了。王哥感动吗？他说你像男人。走了，没有了，拜拜。我像男的。拜拜，拜拜。王哥直接从五楼跳下去了。谢谢呜呜的两大飞机，感谢呜呜。呜呜好像也是第一次送飞机给我，对不对？呜可以那个什么，再送一架飞机可以，我可以跳个舞。或者是你再送三架飞机卡个房管都可以的。谢谢荧光棒。哎，我今天玩那个剧本杀，哇，真的好好玩哦！谢谢荧光棒，真的好好玩。我是从游戏区看到我的吧？这衣服爱了爱了，喜欢吗？我身边你开火车吗？我们再来一架飞机，我们开火车好不好？停车还真不是，你自己刷到我的吗？哇，谢谢007的迎春飞机，感谢007，是要开火车了吗？谢007的迎春飞机，大喜。开个火车吧。那天在我家小姐那看见了你俩连播麦，你家小姐姐，你带牌子这个吗？颜值姑娘是吗？我还以为你是从游戏区来的，是个音乐师。Calling all my hipsters to rule to be my list.
turn up. I need some people, what? Some party people, hey. To jump. Excuse me, who are you?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I need some people, what? Some party people, hey. To jump off stage and rage with your bro. Oh. That's why I'm calling all my ravers, best in candy flavors. Calling all my hipsters, cool to be my listeners. Calling all the seamsters with iconic t-shirts. They know the drugs, gave pay and free. Get on that party train.
扣分了。烦死了。怎么又扣分？我只有五分了，我从来没有五分过。他提醒我什么呀？抚摸挤压胸部，我也没有呀。进屋的飞机。本来就凉了，舞也不让人跳了，日子怎么过嘛？吃亏买不了上当。
个吧。长城古装绝对不违规。你刷个火箭，你刷个火箭，我就跳。现在火箭顶五，没分了，就差一分就公益了。我从来，我直播这么久，我就从来没有五分过。兢兢业业的，我容易吗？我直播都快两年了，从来没有五分过，我竟然五分了！唉，真的是无风，那什么，屋漏偏逢连夜雨。他就是这个衣服上的手续，这不五分了，我开心点。现在更要我死了，两年才进入五级。对呀、啊，我容易吗？我真的是一个人慢慢播到75级的。工会从来没有给我刷过礼物，除了刚刚老板给我刷了一个火箭，那是我们工会第一次给我刷礼物，就那一个火箭。怼怼哥，我竟然我这周的周榜连个千元榜都没有，都星期五了，真的我也是见了鬼了。刚开播的时候也没这么凉啊。雕哥，雕哥来采访，那雕哥是雕哥，你们是你们呀？谢班卡，谢阿磊的班卡，太难了。这关键还没分，你说拉一点吧，我努努力。这，哎，算了算了，不能说这些，但我真说破防了。饭卡要吗？要，一碗都要。谢风自娱酒的班卡，好，不能这样子。谢阿文的两张办卡，感谢阿文的两张办卡。谢阿文的三张办卡，玩把 PK 去吧。你好，我们玩点什么？我们中间的话，要不就钻水管吧？惩罚你说。我们惩罚就尾数花叉吧。好，可以，可以，可以。你放歌吧，谢谢鱼丸，大家有鱼丸的可以走我鱼丸了。好的。直接还是没有弄好，他说明天拿公司电脑试一下。他是用的酷装。我其实关注你很久了，只是之前白嫖，现在也改了名字。你之前叫什么呀？
谢谢早森贵子的冒险家。我猜出来了，应该是看我很久了，不然不可能会突然送摩天轮的。谢谢高杰的玫瑰花，感谢高杰。欢迎问题大魔王，谢谢瑶瑶的钻戒，恭喜瑶瑶上升周榜第十。恭喜瑶瑶上升周榜第十。Tommy， 我说你都不一定记得，你之前发过弹幕吗？可能会，如果你发过弹幕，可能会有印象。小学打过他。哦，那我应该叫什么？应该叫你什么？瑶瑶猛啊，瑶瑶。没有、哦，那我可能没有你都榜十了哎。众筹一下的，欢迎寂寞小傻瓜。你看 Rani 的是吗？对对。欢迎乌木。好尴尬，我不尴尬。他们就是特别喜欢隐身，真的。这是泳装，不是泳装啊，就是一件普通的吊带上衣。我哪敢穿泳装呀，谢谢用户哥的福袋，我们众筹一下吧，太难了，救救孩子吧，真的。谢谢疯子的班卡，感谢疯子与酒的班卡。谢疯子与酒的两张班卡。他现在老隐身，他现在老爱隐身。玫瑰花，我最初是看仙某某的，后面看了 Rani， 通过 Rani 关注你。哦，懂了懂了，男人真的男人，我都懒得说。我们家仙某某粉丝还挺多的。有没有推推塔的？有没有推推塔的？我推塔有双倍分了。谢谢瑶瑶的迎春飞机，恭喜瑶瑶双倍中啊！哇，谢谢，感谢我用户哥的火箭，谢谢用户哥，谢我用户哥推上了推上了，谢用户哥的火箭，谢谢妞妞小时候的荧光棒。我们再来一个火箭就可以查微信的用户哥。啥玩意你就懒得说了。瑶瑶你不说我都不知道这次怎么做。看了 CC。
这是如花人家，你们知道吗？也可以叫他龟龟。可以叫龟龟。差的有点多。你昨天好像还来，没有办法追一下吗？我今天头看着油吗？蔡森，蔡森一事无成。所以叫碎碎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嗯，到了。哇，谢谢谢谢我慈慈的雷神之锤，谢谢。哇，谢谢我赞赞的月兔，谢谢赞赞的月兔。有这么抽一下的吗？又去世了。谢谢我醉的雷神之锤。看牙黄桥气红雪，那么同意吗？谢谢谢谢我，谢谢我战爹的星际飞车，谢谢我战爹的十辆星际飞车，谢谢我紫色的幸福券。紫色，你不是说在我这里抽很亏吗？我休息了，休息了。好，谢谢。谢谢此次的幸福券，是此次的开心券。别抽了，别抽了，我直播间好黑的，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要走。有光吗？然后先用少了电，对，要电一下。太随意吧。我在哪抽都一样。那就是斗鱼让皇帝号头黑。飞机过一星了，有没有好哥哥过个一星的？
用户哥，用户哥，再来个火箭加微信嘛，正好欢喜可以过个亿就行。哎呦，我哥哥！小欢只有你了，用户哥哥。只有一分钟了，有没有过个一星的呀？太难了吧！呜卡管管吗？呜。看另一边。没有人吗？没有人吗？也没有恰恰方块的，多少方块？你还差三个飞机，但是我们差四个飞机就可以过一星了，所以你可以送我四个飞机吗？哦，你刚刚应该是差两个飞机，但是你可以送我四个飞机吗？因为我想过个一星。哎呀，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其实房管没啥用，那主要我就是想过个一星嘛，一星都没过，太自闭了。分也没有分了，这个房价怎么说呢？可以开房管了，我刚刚说四个是因为我想过一星，感谢呜呜，谢谢。房管，恭喜呜呜，大气大气大气！
行，我今天要不通宵了。来，大家今天晚上一起熬夜吧。今天一定播八个小时。欢迎蛋蛋。蛋蛋晚上好呀。啊，如果今天播八个小时的话，我要播到早上七点。算了，今天播七个小时吧。播到六点。我都起来，我就五分了，火箭点五。几点开的播？我十点多开的播，播到六点。嗯，我今天要熬鹰了，真的就五分了。火箭点五，要看的话，火箭点五。谢谢咖啡的冒险家。我先撤了。呜，你干啥去啊？不多玩一会儿吗？睡觉去了。行行行，播到天亮啊，厉害啊！要努力了，拉了，火箭都别起来，那就两个火箭点五。上面打个折，火箭都不一定给你跳，你还打折，万一被扣分了，我就真的没了。我就又要放假了。公益了就好玩了，我都觉得我自己都觉得搞笑，从来没有五分过，居然五分了。我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竟然也能五分。怎么我就刚刚跳了个开火车，庆祝一下。不要不要，万一有那种心胸狭隘的人，有那种极端的人看我故意不分，老师举报我，那就更不好了。两个火箭可以卡了个微，可以两个火箭了，可以卡个微信，你得再送一个，因为你第一个火箭我已经卡皇冠了。哦不，哥哥，要不我给你打个折，你再送两个飞机吧。最近也挺拉的，打个折吧，把皇冠下了。哎呀，卡都卡了，你开一次就扣一分。可是我开火车那个中间的抖胸动作，我又没有抖得很凶，平时都不扣分的，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扣分。垫的有点多，我没垫过今天，只不过这个衣服比较显柔，它这个衣服本来外面就有一层比较薄的海绵。
觉得你在骗人，怎么可能啊？六哥，你们玩的开心，好的咖啡。错过了啥？错过了一个亿。感谢蚂蚁哥妈妈话说，惩罚的话我们就那个背楼吧。好，嗯，你放歌吧，大家有鱼丸的可以走鱼丸了。好，你来放吧，我真是没啥歌。行，可以，谢谢用户哥的冒险家。今天这好大，真的，谢谢妍妍的妈妈话说。谢谢冒险家。说来就来。哎，我们玩那个吧，带着谁谁谁，然后去酒店干什么？这个怎么玩呀？就比如说你们家的，然后你就第一个周榜一或者是周榜几，然后或者是 MVP 是谁，然后你说带着他去酒店喝酒，然后带着他去酒店做按摩这类型的。不太会，要不你教一下我，没有玩过。好，一会儿吧。如果我要输了，我就给你演示一下。哦，就是惩罚是吧？嗯。好。对。就是做十件事。我也是刚学的，我其实也不太会。好。能听到音乐吗？好像有回音。要不你放吧。放完又回忆。没事，你放一下，我搜一下这个。接单的人幸福券。什么？哦，有了。嗯，把它关了吧。没有升牌子的可以升牌子了。这是什么歌？这个好长啊。你再放一下。要不你随便放一个都可以。好。嗯，你随便放一个吧。
放这个吧，放一个慢一点的，还是回声，我少说话吧。你那边为什么还开不响？这样，是我这边的原因吗？好像是，我这边没开。现在呢？有没有好一点？哦，现在没有了。可能刚开始会有一点。兄弟们，休息吧，累了累了累了，休息吧。
用户哥睡这么早吗？你确定不来不把那两飞机补上，把我微信加了吗？我换一首歌。行。这个不行，不是我这个问题，我没看会响。不加没钱。什么？那你明天打卡，你明天打卡了，我们再加吧。关了吗？关了干嘛用？闪烁电话。欢迎皮狼哥。皮狼哥晚上好啊。有人救救我吗？救命！救命！救命！喊破喉咙也没有人会来救我了吗？皮狼哥好久不见啊！欢迎西服。哟，今天好清爽。因为今天没有洗头，把头发扎起来了。这个最近来了都不说话了呀，来了就看两眼，然后就走了。哒哒哒哒。快浪一些。哒哒哒哒哒。还有十秒钟，能不能再喊一声救命？我们家有没有说过他的画的啥呢？画的叉叉，刚输了画的叉叉。小狼哥升个牌牌吗？升个牌牌吗？小姐，我们不惩罚了吧？好，那我溜了，拜拜。拜拜。完了完了，空了。皮狼哥生日还拍吗？欢迎白羊哥，白羊哥好久不见啊！白羊哥晚上好呀。遮下油，对呀，不要嘛，不要嘛，我想你升升牌子嘛。白羊哥来升牌牌吗？白羊哥也好久没有升牌牌了，你们怎么都不喜欢升我的牌牌啊？谢谢皇冠，感谢皇冠，谢谢皮狼哥的皇冠。这007在挂机吗？这个 G 分007 G 分。小狼哥是今天游戏又没有的看了来看我了吗？
谁去跟铁柱也过尽的难知为何我不愿意我不能够梦给你梦见我们相遇还有酒吧盒子全是汗Hello,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我们中间玩什么呢？你说吧，我都行。我们中间要不就真心话吧，然后惩罚你说，惩罚你。好，输了，输了你，我进，咱俩都是叉是吗？嗯，就画尾数的叉吧，好吧。可以，可以。嗯，你先问吧。我先问啊，哇，谢谢丹丹幸福站，正正正，我来先问你，你做过最刺激的事情是什么？我把方特里面的娱乐就是很刺激的项目全部玩了一遍一天。西皮狼哥的皇冠，想你问我吧，不是让要睡觉了，来溜达溜达啊。你最后一次分手是因为什么？异地。异地恋倒是。然后加上，就是本来就异地，然后发现了一些不该发现的事情。好，你是看到他的短信了吗？还是碰到了？就那差不多等于，就是证据确凿的那种。对，一些幸福卷。那我问你了，你说出你在斗鱼最讨厌的三个女主播。哈哈，要说吗？要说吗？我的天，最讨厌的小辣椒。小辣椒是谁呀？就是小主播们。然后小辣椒，还有不是说就是异地本来就很难，就好难呀，这个。还有谁啊？还有阿莹，还有那个哼哼哼。行，你问我吧。你说，就是你玩 PK 的时候，你做过最过分的惩罚是什么？就是最大最大最大的惩罚是什么底线 ？PK 的时候最大最大的惩罚。所以没机会。没有，这跟异地不异地没关系，就主要是人吧。最大的，我想一下啊。什么啊？我想一下，应该就是关美颜吧。有次我还真的那个，那你说一下你爆个料吧。爆个斗鱼的，就大家不是很多人知道的料。我没有哎，因为我们私下都不聊这些，我们家的房管都不来串，所以没有这些东西。我自己都是看新闻的。行，你问我吧。你有没有见过你们家的房管呀？见过呀，见过一个。谢谢哇，谢谢007哥哥的小飞。迎春飞机，谢谢迎春飞机大气风暴哥。那我问你了啊，如果你跟你房管见面的时候，就是在网络上聊的挺好的，然后现实中你跟他吃饭的时候，还没有到那种很熟的地步，就是他拍了一下你屁股，你怎么办？我可能会跟他说吧，就是你不应该就这样， okay. 就是不应该摸我吧，或者什么的。OK， 你问我，欢迎爹爹哥，你们家房管做过最让你伤心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家房管做过让我最伤心的事啊。大概我想一下，最让我伤心的事就是，
本来好好的，然后突然消失在别人那里。嗯，新小号还是大号？啊，就是也就是，你是说那他是大号还是小号吗？对，长期就是他是大号小号的，在那个小姐姐家，他就一个号。好吧。就是没有任何的理由，就很莫名其妙，你知道吗？就挺让人那个的。我们家有没有推推塔的？有没有推推塔的？啊、我问你了啊。嗯。嗯。凤宝哥，我上个飞机吧，凤宝哥。我问你。你问。嗯。我想一下。嗯。等一下，谢谢星球。如果你要，你想，你最想整你身，就是脸，就五官，就是最想整哪个部位？身体也可以。是那天三？不是顺顺。胸吧。想隆一个 C。OK， 可以。你问我，嗯，你去年买过最贵的东西是什么？去年买过最贵的东西啊？就花了你最多的钱买了一个东西，应该是买了个项链，20000块钱。哦，嗯，哦不，还有个，不对，是手链。哦，对，嗯。我问你，你比较喜欢那种就是会哄你开心的男孩子，还是那种就是他表面上什么都不说，但是他却真的挺喜欢你的？我喜欢哄我开心的。因为你，我觉得一个人默什么都不说，默默的喜欢我，对我呢，我他会为你好处呀？做一点，就是他会给你做出来，但他不会表达出来，就不善于表达。我还是会选那个哄我开心的。好吧，因为我觉得开心最重要。果然，女孩子都是要哄的。学废了吗？你们学废了吗？顺博昨天退的鱼，对，他昨天莫名其妙把号都注销了，然后后面我问他，他说他要忙现实。外面啊，哥，中区。嗯，你，嗯，就是你，如果谈恋爱的话，就是最接受不了男生身上哪个点？如果他有哪个毛病，你坚决不会跟他在一起。就他身上，或者是习惯啊，或者是什么的。口吐芬芳，狐臭，这两个我真接受不了。哦，就张嘴就是脏话。对，就是你可以接受你偶尔说一下脏话，但我接受不了。一句每一句就是他妈的他妈的他娘的那种，带不出去就有点，嗯，就感觉这人脾气好暴躁的样子。好吧，嗯，如果我再想一想啊。好，你们家房管做过最过分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家房管做过最过分的事情啊，嗯，最过分的事情应该是他陪着我吧，应该是也就刷一个飞机啊啥的，俩飞机仨飞机最多。我有一天 PK 遇到一个小姐姐，也不知道看对眼了还是咋回事，然后我 PK 完了以后，他就建了个小白皮号，然后去给那个女的上去就开了一个子爵，然后还刷光了，大概一个两个小时吧，花了刷了2000多块钱。那应该是看对眼了。那就是对眼了吧？他也就刷了几天，就那个劲就过了，然后又回来了是吗？
没有，因为我不要了。脱发能接受吗？脱发可以治的呀，就有些性格方面的、本性方面的这东西，嗯，真的。那我问你，就是你，如果你未来的那男朋友或者是未婚夫，他是那种地中海，你能接受吗？地中海，对，就是地中海，就是头这里有点秃，然后有两条是秃的，就是没有头发，我会有两条。我会带他去植发，如果植发不行的话，我会带他去做一个。逼真的假发，那好吧，几九啊？你们家太坏了！九折什么？什么九折？九个叉！哦，好，我把我这个擦掉，我还真没注意到。嗯，对，那我走了，嗯，拜拜，你挂一下吧。好。肯定很有钱，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如果你们头发不多没事，我也不建议，我可以带你们去植发，所以你们不要因为你们没有头发而自卑，大胆的表现你的爱吧。PK 组我不是谁，我不知道呀。想再见你，总也掩不住你。007小哥哥怎么不说话呀？你是在刷妹妹，还是在刷美美美？太大了，分扣都扣了，你不用也不用愧疚，如果实在愧疚的话，你就踩个皇冠吧。谢谢007哥的飞机。你再来两个飞机可以卡个房管了，你可以考虑卡一下，但是不想卡的话也可以不卡。看来你这出奖挺欧的呀，背包里这么多迎春飞机。谢谢007哥哥的飞机，背包空了，谢谢你的飞机。给你卡一个吧，虽然你还不够，没事，明天来打个卡，先给你卡一个吧。
睡了，好的好的，明天见，好梦。在干嘛呀，白羊哥？写东西呀、啊，我这么晚还在加班、啊，干啥子干嘛？要不要去换件衣服啊？这件衣服好危险啊！我去找件衣服。穿个白衬衫怎么样？穿白衬衫跳舞应该不会被扣分吧？就别闹了，所以我穿了一个白衬衫呀。
你要去。
住，却还没有进度。走到十字路口就要停步，我还是不服输，我还是太迷糊。我的角色约束，人无心的冷酷，从开始到落幕，有太多的包袱。时间不断加速，我们之间的碰触，退了一步，看着你的笑脸，就在那一瞬间，突如其来的危险，我坠入爱里。看你视线，就像冒险，怕你会察觉多一点点。你的表现全是敷衍。的配合你的表演，彻夜不眠想你多遍，不想再纠结，想了几遍再浪费时间。也是街上不网络的地图，从日落到日出，却还没有进度。走到十字路口就要停步，我还是不服输，我还是太迷糊。我的角色约束，人无心的冷酷，从开始到落幕，有太多的包袱。时间不断加速，我们之间的碰触，退了一步，看着你的笑脸，就在那一瞬间，突如其来的危险，我坠入爱里。视线就像冒险，怕你会察觉多一点点。你的表现全是敷衍，反复的配合你的表演，彻夜不眠想你多遍，不想再纠结，想了几遍再浪费时间。
自己的影子再见，疯狂地跑着躲得离你不远，沉默走的路不止几个光年，我还原地打转连微笑也腼腆，一时无助最好描述要怎么往前再走一步，在无人的舞台跳舞，灯光不是束缚，我将空空的眼神都深深地藏在我长长的刘海，背面确定你离开，我才能飘身出流年，一厢天真的情书被我偷着的假假真真的思念，会让人沉湎惹眼
总是失败，总有可以让我长大，转身朝着你的方向，没有任何墙能阻挡这太阳。如果大雨落下，那我成为海洋，披上你给的光，再一次飞翔，长出了翅膀。
哇，哇塞！你哇什么？哇，扣了这个衣服也能犯罪吗？不至于吧，哥哥。这个也很犯罪吗？封扣了三天过后就能长回来了，三天过后。哎，不是你们至于吗？我就穿一个这么多的衣服，一次性长满就长一分，一次性长满怎么可能呀？三天长一分，而且你三天要在没有扣分、没有那个警告的情况下才可以长。兄弟，我们可以组团去监狱了！不要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直接来个四年超惨，三年长。嗯嗯嗯嗯嗯。翘着我的二郎腿。真的，我的膝盖从我做舞蹈主播的那一刻起它就没有好过，永远都是淤青的状态，你能懂吗？这边也是，我想把这个痣点掉，我这里有两个痣，脖子上痣可以点吗？我发现很多很多人就是脖子这里会有个痣。感觉脖子上那个痣不是特别好看，脸上这个痣还好，这里好像也有一个。我腿上这里有个很黑的痣，好像是一出生就有，就是这里，你们能看到吗？这里这个，好，这个痣好黑呀、啊。屁股上好像还有一个。风大风不大，别穿超大的裤。对呀，没看见我都穿衬衫了吗？环节，什么？
干嘛禁言呀？怎么了？这三月做错了什么？你把他给禁了呀？是三月说的什么？哦，对，禁得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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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什么话呀？我还没瞅到他说的。哎，这个毛毛，这个毛毛很多大长腿，是不是改名了呀？还是我家房管？哎，你是不是改名了？你之前叫什么？咱可以老是遇到识别不文明。我改名了，你之前叫什么？每个人身上都有毛毛，让我为你穿毛毛。疯子万里，哦，是你呀！我说呢，我说咋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咋突然好好的改名了呀？可以去吧，妹妹终于换衣服了。什么意思？我每天穿的衣服都不一样。嗯，你想玩什么？你想玩动还是静的？好像有点杂音哎。哦，我把这个抽了吧。嗯，现在好了，我们中间玩点动的吧。嗯，可以。要不就那个，蹲个起吧，然后惩罚你说。好。我可不想连到他。嗯，惩罚我们背篓吧。行，可以，你放歌吧。好。宽七分钟，宽一毛。啊、哦！不要，不行。你又不是不知道。大家有鱼丸，那可以找我鱼丸了。我是照片呀，七七啊，上个分吧，七七。欢迎我夜毛。呦呼！感谢我夜毛，谢谢白云卡，感谢夜毛的卡丁车打气。好像有点，稍微有点杂音。好吧。你在嘲笑我吗？我可是过五星的人，你在嘲笑我吗？不是二星就是三星，这是最低了，好不好？这已经是最低了，如果还比这个低，我可以直接退你了。
我可是过五星的人。Are you understand？宝贝，欢迎我们家家宝。晚上好，家宝，欢迎我们家跳马。我今天很像一个贤妻良母，有没有？我没有凡尔赛，我真没有凡尔赛，真的。就是三星是我的最低标准了。其实我现在拉了，我以前就是每次就过五星的，我骗你干嘛呀？我跟你讲，能过这个中的五星的真不算什么。我觉得能过那个，能过这个大五星的，那才叫算什么。你知道一百级，我现在差一百多少万吗？1000多万。你想一下，1000多万，每天也才2万，我得播多少年？你算一下。我这个流水还很不错。我100开外，我还不错，我从来没有这么人生这么低过。我以前起码是30多名、40多名的人啊。有吗？哎呀！感谢光大大的两个出租车。完了，让我100级的人来了，欢迎樱花。让我100级的人冲上来了，好久不见啊！你最近在忙什么？没关系，我们推塔有双倍坑了。没有推塔的。完了怎么办？我这两天涨都是因为什么？不是，我今天有没有上贤妻良母啊？史上最穷的王，他名字太搞笑了。我跟你说，我这么说吧，我这里我直播以来啊，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就是每天跟我刷的超级，没有。就之前有一个超级，但是他只是玩了一下就走了。就吃鱼了。欢迎新家小可爱小姐关注上黑板小可爱。我们没有人推卡，我们休息吧。没事，我三分钟吧，先学徒。好，欢迎左左。我也很奇怪，为什么我直播这么久了，我就是没有这种运气。没有，今天就是走的那种很家庭的那种风格啊。没有发现吗？我今天就走那种，就家庭式的那种清纯老女人。三一十的赞，要到周末了。哎，
哎，我怎么觉得这一周是我过得最慢的一周啊？是我这两天太忙了吗？我还在剪刚刚的录屏，什么录屏？我明天还要上一天班才能休息。我不能关美颜，我这个手机它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它是那个叫扩那个叫什么来着？我是不怕了，但是我以前不知道。哎呦，我咋个了？是曲屏的，然后它会把我的脸从旁边拉走，而且我找很多人来试过了。粉就不行了，天马四眼更好看。嗯，天马四眼是真好看。不和手机玩，因为手机本来就没有什么美颜。欢迎喜猫爷，欢迎冰冰彩，但是你们家小娟下播了吗？佩佩，不然你这个颜值能吸一波粉。欢迎上，我家有没有吐过痰的？有没有吐过痰的？欢迎你的网友小雨。不是，他说手机关不关美颜？关不关美颜？他不知道。不能像哦，对哦，当天没播了，干嘛去了？我们惩罚是什么来着？我们刚刚定的是背篓。哦，对，背篓。你们家哥哥叫什么？史上最穷的王。那就叫王哥吧。欢喜背王哥上一楼，嗯啊，欢喜背王哥上二楼，嗯啊嗯啊，欢喜背王哥上三楼。我微信跟他说我不当老公。行，那我撤了哈，小姐姐。嗯，好，辛苦了，拜拜。欢迎等发抖回来。哇，哦，那个噪音真的好吵啊。你说你也是为着啊啊啊啊啊啊啊，一点半了，嗯啊，顺哥没来，顺哥号都注销了，顺哥那什么暂时退鱼了。啊，你说你还是爱我，啊啊啊啊啊。
你还是爱我。你说，你说你还是爱我。你说，你说你还是爱我。不想休息，我想多播一会儿，欢迎咖啡泡茶，欢迎咖啡刚，欢迎空灵。你还好吗？不下播不下播，听首大风吹。还没到我的手机，哈！你这说的我好滑呀。就虽然我有时候话不多，但是也没有那么滑吧。虽然有时候是不喜欢说话，但人家好歹也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主播。一杯天上的水，照亮着迷失的黄呀黄。爱恨不过一瞬间，红尘里飘摇。吃一杯天上的水，照了明月人世间望呀望。爱恨重复过千百遍，红尘里飘摇。让人大风吹，大风吹，也曾吹，吹走我心里那段痛，那段悲。让人不信风的细雨，当初的你，仿佛是定注定。就让这大风吹，大风吹，一直吹，心怎么的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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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来塞。就让这万事随时不当初的你。听我的那个声音，有外卖不吃。这话筒比起好厉害。吃一杯天上的水，照亮着明月世间晃呀晃。爱恨不过是一瞬间，红尘里飘摇。取一杯天上的水，照亮明月世间望呀望。爱恨重复过千百遍，红尘里飘摇。让这大风吹，大风吹，一直吹，吹走我心里那段痛，那段悲。让暴雨冲洗风中记忆，当初的你仿佛是听注定。任这大风吹，大风吹，一直吹，漆黑走黑天梦里就泪水。就让那往事消失风里，当初的你谁跟着那个谁。好听吗？大风吹，大风吹，一直吹，吹走我心里那段痛，那段悲。就让我心碎，
风都黑都是的你是天注定就让这大风吹大风吹一直吹最后就是去眼眸泪的泪水就让那往事消失风里当初的你变碎这首歌好唱送给直播间的兄弟们好唱哦噔噔噔噔你说青涩最大初恋如小雪落下海岸线第五个季节某一天上演我们有相遇的时间你说空瓶是何许愿在风来月光的地点第十三月你就如期出现海之角也不再遥远你骄傲的飞远我栖息的夏天听不见的宣言重复过很多年没危险的思念被疾风吹远吹远年的侧脸追月明唱的诗篇你骄傲的飞远我栖息的叶片去不同的世界却从不曾告别沧海月的想念羽化我昨天在我成熟的笑脸你却未看过一眼你说空瓶是何许愿在风暖月光的地点第十三月你就如期出现海之角也不再遥远你骄傲的飞远我栖息的夏天听不见的宣言重复过很多年被危险的思念被疾风吹远吹月默念的侧脸吹月鸣唱的诗篇骄傲的飞跃我栖息的叶片去不同的世界却从不曾告别沧海月的想念羽化我昨天在我成熟的笑脸你却未看过一眼你骄傲的飞远我栖息的一眼唱不唱了
三十多大呀，欢喜零零年的，千禧年的，今年二十一了，可以说二十二了，因为满了二十一岁了。只差一步距离，问世间什么最美丽，爱情绝对是个奇迹。我明白会有一颗心在远方等我靠近，大宝下了吗？大宝下了吗？其实我刚在直播间发誓，我今天要播到早上。干啥？那我吃不吃？呀，谢谢碧罗的么么哒。刚发过誓要播到早上。但是我又没分了，但是我觉得播的又没有劲。你小恶魔有特效，欢迎蛋蛋。欢迎无情哥。
好久不见了，吴晴哥。我要不要下班？要不要下班？我记得有啊，好像现在没有了。小恶魔也特像，你可以送个小恶魔，可以送个小恶魔王。啊！下班吗？下班吗？可是我刚刚在直播间发过誓，我要播到早上的。你叫什么？你要下班了？没分了，我就五分了。我也下班了。我看看，我看看，你几分？那五分。五分。我看。你干嘛了？我就跳楼开火车。真的。嗯。下吧，下吧，下吧。啥时候发誓？我刚发誓播到早上的。我也刚发誓，我也前昨天才发誓说要播到早上的。下班呀、其实真的不是我想想，大宝在这里，你看我能不下吗？不能怪我的，对吧？所以就当我刚刚没有发过这个誓，好，就当放了一个屁。这都怪我吧？这都怪我吧？我下班了，拜拜。都怪大宝。非要怂恿我，又怎么了？你播，你播，你陪我播呀，你陪我播呀，也不许下，我回家了，我肚子疼。你陪我播，你陪我播，我就播。旁边那女的身材好好呀，就让她给你跳个舞，刷个火箭。哦，不能跳，我就五分了。